天天饮食，天天都有美食。哎，既然天天都有美食，那就得天有新花样儿。所以今天呢，铁钢师傅就给大家做一道山楂焖紫排。山楂焖紫排这道菜主要的用料是小猪排、山楂、藕和姜。在这道菜里，姜所扮演的角色不是调料，它是当菜用的配料。调料有盐、味精、糖、香油和番茄酱。哎，铁钢师傅，哎，这个紫排是什么意思？实际呢，就是小排的意思。哦，就是那个一个单立人一个紫。对，就是哎，这个也念仔。对啊，就是小、啊、小崽儿。对啊，小字儿的小猪的排骨。哦，要到市场上买能看得出来吗？哎，这个呢，您比如说到市场去买啊，哎，您看它这个肋骨啊，肋骨这块呢，不要过粗，如果扁粗，这就是老猪的。哦，而且呢，看它是中心，啊，这个中心呢鲜红，证明这个猪活力很好。哦，那岁数不大。对啊，如果说哎发暗，这个猪就是大了。哦，那这个挑这个排骨也很重要。对啊，选这个紫排的道理是什么呢？它嫩。哎，一个是嫩，吃起来呢非常的滑爽。嗯，也好熟。哎，对对对。哦，嗯，好，这知道了，以后挑的时候注点意。哎，我们呢把这个排骨呢给它剁成小块。啊，这么大块就可以了。哎，好，我们呢稍微的加入一点点盐。哦，就在这个排骨块里。对，稍微的来一点点盐。哎，给它呢抓一抓。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让这个肉的水分呢，哎，充分的析出。哦，就因为拿盐这么一杀它。对，不管是肉还是菜啊，这水分就容易就杀出来了。哎，对，腌两分钟。下面呢，我们把藕，哎，我们用藕来配它。哦，莲藕。对，我们把藕呢给它切好，放在。哎，这跟南方那做法就不大一样，南方那藕块大。对，今天呢，我们因为配这排骨呢块小，所以呢，我们就，哎，块呢稍微的小一点。小一点。哎。我们今天选的藕呢是白藕。哦，这个藕还分对别的颜色。还有，哎，这个藕呢一般的是白藕和红藕。哎，哦，这个怎么来区别呢？如果说哎您看到它开这个花荷花，对吧，如果是白花，这藕一定是白的。哦，如果是这个花是粉的，这藕一定是红的。那您说咱挖藕的时候看这花，买藕的时候就看不见，只能看这藕。哎，是吧？对，这个藕，这个如果是紫花的，那底下那藕是紫的吗？它那个皮呀，啊，非常的深。哦，哎，那是白藕好还是紫藕好？如果说炖汤，就是红藕；如果说我们凉拌或者是炒，那就是白藕。再来切一点姜粒，这个呢姜呢一定要多一些，把锅剁上。锅呢热了以后呢，我们加入一点点油。趁这油还没热，我想给您提个问题。哎，就是如果咱们这个不放这个紫排，要放那个大排骨要做这个的话，它就是炖的时间时间长。对，您这放什么油？哎，放了一点香油。哦，哎，因为呢我们要把这个姜呢给它煎一下，底油，哎，加上香油，香油，这叫什么油？这叫，哎，二合油，二合油，嗯，哦，好，您看这个姜啊，慢慢的变成这半透明状了，对，而且开始收缩，哎，为什么铁钢师傅差不多的时候就把这个锅离开火呀？它就是让这个油温不能太高，对，啊，太高还没有煸出香气，那个姜就糊了，哎。好，您看表面啊已经微黄了，一点了，对，微黄。我们把排骨放进去。哎，通常呢我们在家呢做排骨的时候呢，哎，要给它焯一下。对呀，啊，哎，这个呢我们就不用了，我们要炒一下啊。但我们这个排骨炒透以后呢，哎，吃起来会很回甘回香。您看这个排骨呢肉在收缩，骨头已经露出来了，对，哎，您看到没有，姜
已经变成金黄色了。对对，这个排骨呢，外面也有一点颜色了。怎么办？然后呢，加入一点点糖，来，我们再炒一炒它。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您看油吸出了，嗯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就把藕放进去，跟它一块儿煸炒，让藕吸收它的油分。哦，对，您看肉的表面也发黄了，就是我们刚才放的糖啊，哎，变成了糖色，裹在上面，而且这油线少，对啊，比刚才少了一点，它逐渐的就吸附在这藕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正角就来了，这是山楂，山楂片泡水。哎，对，啊、嗯，这个如果放那鲜山楂行，哎，也可以，可以，对。好，我们把山楂呢放进去，哎，把这个水呢也放进去，冲进去。哎，然后呢，再加一部分热水。哦，这个放山楂的道理是什么呢？哎，山楂呢，一个是可以去腥解腻，嗯，二一个呢，开胃，让这个排骨呢熟得更快。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加入一点点盐。稍微的再来一点点糖，我们呢为了让它颜色好看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放一些番茄酱。番茄酱。哎，开锅以后呢，我们就给它呢关成中火，盖盖，要焖，焖它8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8到10分钟。嗯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哎，师傅，差不多了，看怎么样了？哎，你看没有？哦，太漂亮！哎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们调成大火，哦，收一下汁儿，哦，收汁儿。好嘞，我把那个出菜那盘子也给您准备好，哎，啊，好嘞，好。你看没有？好，汁儿收浓了，最后呢，来一点香油，再提提味儿。哎，对，你看表面呢也让它明亮，嗯。这是一道酸甜口的菜品，铁刚师傅说，做这道菜首先小猪排要用盐先紧一下，然后用色拉油和香油两种油煸炒酱粒儿。他说这道菜的杀手锏是泡好的山楂，因为加入了山楂的焖紫排一下子就变得与众不同了。山楂焖紫排就好了，做好了。哎，您看这道菜是不是很独特？嗯，是不是很营养？好了，天天饮食，明天还有新花样。我们明天再见，再见。